课费你来帮老师收，一人200，收好了之后呢交给老师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去吧。安静先生，这个学期的补课费一人400，明天交来给我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班长，我们走了吗？听懂了，拜拜。班长，拜拜。爸爸，明天我要交800元的补课费，你明天给我一下。800啊？是啊。然后那个孩子啊，学校通知了，要交那下半学期的补课费，一个人3000。一会儿你拿给我，我明天帮他交了。3000？啊！我说补什么课那么贵啊？不是，你不会是报多了，故意跟我骗钱吧？不，你看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你老公是那种人吗？就算我有这个心，我也没这个胆儿嘛，是不是？没必要嘛，你每个月给我90块钱，我够花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我得问问小超他妈妈，这到底交多少？怎么就那么不信你啊？这大半夜给你打什么电话？你影响人休息是不是？喂，小超妈妈呀，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老公说孩子班要交补课费，小超回来和你说了吗？交多少？说了，爸爸说要交18000。什么？18000？小超妈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老公肯定是多报了。我们家老公说了，这孩子老师每人只让交3000块钱。哎呀，你听听，他肯定是骗你了。啊？是吗？我操！你看吧，这不让你打，给你整个两口子干仗。算你诚实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要是敢学毛。